人必须要懂得思考，并且知道自己是谁，了解属于自己的生命使命，发挥生命意义。更重要的是倾听内在的声音。旅途的路上有再多的困难与抉择，都要勇敢地面对。我不是对的人选，我求求你选别人，请你选别人，拜托。你离燕郊很远喽，奶奶。看样子我选对刺青了，奶奶。我努力了，奶奶。我做不到。这不能怪你，我本来就不该把重担加在你身上。如果你准备回家，我会陪你的。为什么迟疑？我不知道。最亲爱的，我的宝贝，你是大家的依靠，看你难过让我心碎，你就是我的骄傲。世界让你感到无助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伤疤总会愈合，陪着你成长。爱填满你，当你独处，你所学的给你出路，没有事能够阻止你，受伤的心无处倾吐，倾听你内心的声音。莫娜，你已尽力了，要相信自己，你是谁别躲藏。别躲藏。最亲爱的，爱我的家人，我热爱大海的心，呼唤我。又爱我，怕失去我的父亲，我们的先灵漂洋过海，许我们美好的未来，呼唤我。摩托奴伊是我们的家，独自航行大海，我毫无保留付出所有，难掩失落。我内心一直有个声音在呼唤我，召集